像来到迪士尼海洋的感觉。すごい超豪華。初めて見たよこんなの。也很像来到了欧洲的那种古堡。すごいなんかアンティークなものいっぱいあります。你知道吗？这里的收藏啊，是老板到世界各地去买回来的。すごいね。这个饭店啊，他筹备了八年。八年？对，八年才做出。八年もかかったのこれ。而且花了台币快七亿。七亿。日本円はいくらですか？約30億ぐらい。对，七亿。你身后这个喷水池啊，这是从旧金山运回来的。すごい、これ全部？对，你看这有多重。どうやって持っていたのこれ？对啊，很好奇耶。すごい。然后你看像现场它这个钢琴啊，也快台币要200万左右。两百万。天花板它那些画啊，都是画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哟。すごいねこれ。今天晚上你住的房间就是这个901。はい、どうなんだろうね、なんか。わあ、すごい。何これ、お城みたいじゃない。这一间房间呢，住一个晚上，你猜要多少钱？いくらですか？6万块台币。六万。对。六万。对。ブ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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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でもすごいね。很高级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一进来这里呢是会议室哦，它这边的家具呢都是从杜拜运过来的，杜拜的东西哟。全部杜拜から。看起来好富丽堂皇哦，它那些灯饰啊，还有瓷砖，还有这个哇、哦，超漂亮的桌子，很像是总裁坐的位置。哇，本当だ。而且旁边就可以看到海景哦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房间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床组，台币200万。200万？超漂亮，すごい，好豪华哦，很像欧洲国王住的房间呢。王様のベッドだよこれ。对，哇，好漂亮哦，看还有刺绣啊。听说床是美国知名品牌的床，睡起来超舒服的，木雕的床跟柜子。另外一组呢，就在皇后房。めっちゃいい夢見れそう。哇，听说浴室也很豪华，果然是真的，好大的按摩浴缸哦。何人入れるのこれ？是902号房，进去喽。感觉なんか女の子の部屋って感じだね。有点像公主房的感觉耶。而且是粉红色的，很可爱。我看到一个你会很怀念的东西哦。那你？讲讲。哦，すごい。ちょっと可愛いバスタブ。有没有觉得很像日本的浴缸？超小。そうね。哇，还有这种贵妃椅。哦，还有一个小阳台，好像可以出去看海景哎。啊，本当だ。我们出去看一下好了。哦，好凉快哦。哇，有海的味道。哇，景色实在是太美了。哇，きれい。哦，贅沢ですね。这个房间是以蓝色为主哎。刚才那个是公主的房间，这个就很像是王子的房间呢。そうだね。海王子，上面还有海豚呢。本当だ。住在这里的话呢，躺在床上就可以欣赏到日出的美景哦。这一间也好漂亮哦。すごい、綺麗。其实这个房间呢，很适合就是家人有小朋友一起来住，或是朋友一起来住这样子。然后你看它这个金刚鹦鹉的灯饰，好美哦！我发现每个房间的灯饰好像都不太一样哦。哇，上面还有好多鱼哦。啊，本当だ。海底世界。哦，对了，其实这个房间呢还有一个特色哦，就是它有一套半的卫浴设备。一套半。一套半就是指有一个就是完整的卫浴，有一个大浴缸，然后还有一个厕所跟冲澡间。